我就读东兴国小四年级，上个星期六日，妈妈带我们到客家文化馆参加小小主播。我问了志工阿姨们点心如何做，志工阿姨说先拿一片酥皮，再放几片苹果，最后把它卷起来就完成了。以上是张云轩在客家文化馆为你的报道。The last 2 minutes and I feel